哦，他赚钱很高兴哦，来，不知死活的兔子，哈哈哈哈，然后 iPhone 会痛吗？我改变过，我开始改过，这样子比较好抱。那谁要抓他？爸爸。他就是讲，所以爸爸马上就这样子。你跟他讲话。你这只手放这边，拿这只手抓大腿。对。大腿不要上来一点点。你头不要太低哦，别折死。弟弟呀、啊，好乖哦！啊、乖哦要宝宝，你可能要出一点力，好、哦，尽量不要让他不要太大力，然后折骨折。因为我你敢给你砸掉你的？不会，没关系，就你打你，我自己会找那个，哎、很方便就好。宝宝来，弟弟看妈妈，看妈妈，看妈妈，哎呀，好乖啊！妈妈唱歌。啊，哎呀，好棒啊！啊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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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塞，啊、你太勇了，你都没哭哦，没哭出声哦。好了好了。要哼一声而已，啊、乖乖哎呦。这下好棒啊！正常的哈，点缀呢。那这一两天他会觉得这只脚会有酸痛感，那是正常的。多喝奶水，就是牛奶那个就有水分了，就多喝那个，它就会代谢，酸痛感就会减少。它都才用脚，都是用脚。那疫苗所引起的发烧，可能就只有这一两天会有这种感觉。好，那如果有再喝、再吃那个备用的，好。这样你有想要杯吗？这样有想要杯吗？没有。